大家好，我是阿哲。今天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大型相机的镜头。那这个镜头是最早我认识它的时候是在一个跳蚤市场。那个卖家神秘兮兮的跟我讲说，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镜头之一。那当时我当然不懂嘛，我就有这个印象，然后就把这个东西记下来。那当时只印象中说，这个镜头的外观很特别，它的名牌上面有一个三个圈，蓝色、绿色、红色的三个圈。那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后来啊去查资料以后才知道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镜头。它标榜的是说，它有将三个色光，同时校正在同一个点上的一个设计。那这样子的设计就代表什么呢？就是说代表它的紫边或者是一些色散相对来说比较少。然后更进一步去查很多资料以后啊，发现它算是一个。有这样子设计的一个算是蛮领先的一个东西，算是先驱啦，在当时算是比较走在前面的一个东西，尤其是中国那边，他们都把它吹捧的跟神镜啊，讲的非常厉害这样子。那所以我就想说，因为通常被吹捧的很夸张的镜头，我就会很好奇，我就想要买回来解读一下，就是说，到底是解读还是解读这样子，就是很把就刚好有机会，就把它买回来了。那在手上玩了一阵子，就觉得说，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这一颗镜头啊，就如同我刚刚说的，它是一个从黑白底片转往彩色底片的时代。那这个时代呢，以前大家都是黑白，针对黑白底片去设计的镜头。那真的突然拿到彩色底片上之后呢，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是说以前啊，因为底片只能记录黑跟白。所以我们只要把它做锐利，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啊，就是说，其实光经过镜头的时候啊，它有可能会产生，就是比如说，绿色跟红色啊，它的光谱就分开了，就产生了像彩虹的色散这样子。镜头不一定能够做到很完美的校正，但是因为以前黑白可能拍不出来，你也不会发现。彩色底片开始发展之后，我们就发现说，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福伦达的 Apollensa 就出现了。那在那个时候啊，这个算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设计，所以它就非常的有名。那当时呢也真的是福伦达针对这个东西请全力的去做制造，所以呢它算是在当时是一个领头羊，一个那个非常具有指标性的东西，在当时非常非常的轰动。所以这颗镜头第一个历史留名，这是它的特色。然后呢，我们先讲一下这个镜头啊，做出来以后啊，因为针对不同的片幅，它做了四个规格，四个规格分别是6×9的规格。6×9的规格，通常我们可以在福伦达自己的 Besa 2的那个风琴机，折叠风琴机上面看到。然后这一个品相啊，通常现在都被炒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天价，一般来说，通常都在20万到50万之间，我觉得那价格超扯。接下来就是那个林好夫的那个6×9技术相机，这个的话也很常出现，通常这几个品项会比较常见。那因为大型相机这种比较复杂的操作，相对来说门槛比较高，所以它价格就没有被拉得那么夸张。接下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颗啦，这一颗的话是 1504.5， 它是属于 4×5 规格的。这个规格也相对来说是市面上最常见最便宜的版本，不过价格也通常也在4到5万之间啊，我都觉得价格蛮夸张的。因为一般的顶级的4×5相机的镜头现在可能顶多大概1-2万块，我就觉得价格就已经很高很顶级了。那它的价格跑到快要翻2倍，所以其实好像真的有一点点夸张。那接下来就是210的版本，210的版本就是5×7的，然后还有8×10的300毫米，他们可能会用公分标或者是毫米标都有机会看到。基本上我们现在整个大型相机的镜头已经发展到头了，然后已经算是盖棺论定了。这颗镜头呢，从早期彩色底片针对的做出来到整个彩色底片的时代，基本上就是盖棺发展已经算结束了。整体来说还是一个很棒的性能。当初比如说光圈也是算比较偏大的，然后针对色彩校正的表现，多层镀膜的镜头这个都有。所以在现在来看的话，而且体积又维持在一个蛮小的尺寸上，
所以这颗镜头呢，不单只是有传奇性之外，同时它在整个历史的长河来说，算是一个到现在来说都是一个实用性很高的存在，所以价格被炒得很高也是理所当然的。有很多东西它当时算是领先，可是它后来实用性没有了，那就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很低价没有人要的东西。可是它到现在来说，它都还是一个不管是历史性、实用性、功能性各方面来说，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存在。这颗镜头的前身呢，它其实是一个佛伦达蛮有名的招牌镜头，叫做 Helia。Helia 这个镜头啊，你在网络上查，你就会看到日本昭和裕仁天皇，他有特别喜欢这颗镜头，或者是说他有很多的照片都是用这颗镜头拍过的哦，所以。Helia 结构基本上是一个被日本皇家认同的，有被背书过的一个比较好成像的镜头，在当时认为是比较具有实力的产品。那这个镜头啊，其实早在1900年就已经开始做发展了。那图中啊，比如说有做大光圈版或 大象场版，那还有一个版本就是最特殊的一个就是有浮动镜组的设计。那浮动镜组的设计在现在还蛮常见的，比如说现在新的 iPhone 的百微，或者是像那个尼控有做一个135F2DC 105F2DC 这样子的设计就是具有适度的柔焦，可以调整背景模糊的效果，一个特殊的浮动镜组这个设计。所以基本上 Helia 这一个结构啊，算是佛伦达认真的玩了蛮久的一个结构。所以Apple Lensa 出来的时候啊，它就是利用这个东西，因为本来底蕴就已经很厚了，那去做材料上的修改原本是做光圈啊就是一些镜组的设计，镜组的排列的调整去设计这样子。那后来啊，就直接在材料上去做改进当时用上了稀土玻璃这样子的东西稀土玻璃就是后来的比如说超低色散玻璃，或者是说像Canon 不是有人工萤石吗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东西的早期前身。那在当时这个东西已经非常的高科技非常新颖的东西。那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说你会觉得镜片会比较黄一点因为多年下来的话这个老化的问题。然后其次就是说这个镜头啊它会有轻微的辐射轻微的辐射，你用量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亮出来这样子当然现在这个东西就会被其他的材料取代啦，不过在那个时代来说，这个东西就是唯一可以使用的一个特殊的材料这样子通常都是比较高档的大镜头啊，或者是比较广角的镜头会特别去做使用。在 Helia 其实已经表现得很好了不过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的玻璃技术没有办法让光线汇聚到同一个点上，那透过这种特殊的新材料去把原本射散出来的光再更进一步的把那个摄像差修正到一个另一个层次上这个就是为什么它会另外把它标志成一个新的产品线这样子。然后另外啊，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看到 Helia 的这一个规格，那通常它都是单层镀膜，甚至是没有镀膜，因为你想想看1900年那个时候镀膜应该是还没有开始做的那个时候大家还不知道说镀膜要怎么做。那不过在 Apple Lensa 上面的话，它这一个东西已经把多层镀膜做上去了。通常我们在 Helia 上面啊比较常看到的就是没有镀膜的版本或者是说只有浅蓝色的镀膜。那不过在 Apple Lensa 这个镜头上面的话，你比较常看到的都是具有紫色的镀膜。那这一种多层镀膜的重点当然就是说我除了颜色的汇聚之外啊，还包含了说我希望可以把镀膜去增加那个颜色的饱满度去做大幅度的提升这样子。所以等于是说把以前固有的 Helia 的产品线再去做一个材料的更新，然后镀膜的更新，再独立拉出来一个变成一个新的针对彩色底片所设计出来的新产品线这样子。这一颗镜头佛伦达就在它的外观上面做了三色带的一个设计标榜就是说它是针对三色光流做校正。那如果你在二手市场上啊有看到一个规格是它是有零毫伏的镜头板，然后有零毫伏的快门，然后甚至是说它的镜头上面要有零毫伏的字样，
那这一个的话，我们通常会视为是一个更高级的品项，哦，就是品项更好的一个象征。原因是这样子的，当时福伦达设计出这样子的好镜头之外啊，林好夫作为一个大型相机的一个领头指标，他会把这些镜头拿来他们去做二次品管。那二次品管以后呢，就会有一针对林好夫相机的一些专门设计，哦，然后整个确认完毕之后啊，特别适合他们家的，哦，确认品管通过的就会被打上林好夫字样。所以林好夫字样的 Apollensa 在二手市场上被认为是一个更高于一般品项的一个选择。那我们刚刚讲完了，就是关于 Apollensa 这个镜头的历史定位，然后其次就是说它的整体的规格，还有它的当时的设计的缘由，这样子一些基本的介绍之后啊，镜头买回来是要用的，所以我就想说，那当时有幸可以找到这个品项，那会想要把它用完的心得跟大家分享。毕竟因为每个人的分享都是很主观的，那你在网络上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看到这些文字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就是粗略简单的，你会觉得说，所以这到底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你就说它很厉害，但到底厉害在哪里。好，那因为有幸可以用到它，就是赶快去拍一些正片啊，拍一些彩富，拍一些黑白，然后去测试一下它的性能。好，洗出来的第一个感觉，这是一颗反差比较大一点的镜头，但是相对来说跟现代镜比的话又是相对柔和，颜色很漂亮很通透，所以我就知道说，哦，这个镜头如果你在现在来看的话，你就觉得说它是 OK， 就是给过。那你说它特别锐利吗？不一定哦，双高斯的会更锐利。那你说它会颜色特别的鲜艳吗？我觉得可能现在信乃达或者是说现在尼康那种对比度更高的会更多，但是它基本上你要想哦，在那个时代70年前就可以做到这样子的水准，颜色表现通透，然后锐利度有一定的水准，很难在当时应该算是模范生了。所以这个东西被当时被人家一直叫神镜神镜神镜，叫了70几年，叫现在大家都继续叫神镜神镜，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包含的就是说，因为它其实跟现代的很多镜头来比，它又不是那么夸张的锐利，所以啊，基本上人家叫它人像王，基本上拍人像第一名，就是这个原因。不过啊，你说它的锐利度没有那么大，其实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它自然，因为大型相机其实锐利度很高，其实会让你觉得它很不舒服，因为太过于生硬了。会让你觉得说因为其实大型相机本来那个底片那么大张，你本来就不用到，就是锐利度根本对你来说认真讲不重要，你知道，因为你全开就有一定的水准就很舒服，这样就好了。你要锐利你就缩一点光圈，那因为放大倍率不会很大，所以其实就不需要这么高的锐利度，你知道小镜头那个片幅小，你才会需要说锐利度高一点。好，然后其次的话，因为它是一个五片三群的设计，五片三群的设计严格来说跟双高斯比的话，其实校正会保留一点点的彗星相差。那这样子的相差啊，其实是对三镜有帮助的。我们前面有提到一个浮动镜，我甚至在想啊，其实福伦达这颗镜头的三镜应该有特别的讲究过，因为Helia 这个镜头啊，它其实当初有一个叫做 Universal Helia， 那这一个版本是有在针对彗星相差可以去做调整的，所以他们应该是可以理解说这三群镜片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帮助三镜的处理。所以我就觉得Helia 的过渡整体来说齁，有一种非常特别的一种感觉，它过渡很自然，它不会有那种很生硬的三镜效果。因为 Tessa 或者是 Traveler这种三群的设计，其实有时候很多都会有那种三镜很生硬的状况，可是Helia 的本就表现得很好，所以我就觉得说细节部分有做到位，那福伦达果然厉害，就是说一样的东西，但是它做出来的部分细节有兼顾到，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不简单。以今天来说好了，这个镜头认真讲真的很贵，
大型相机一般来说的镜头大概要落在一万出头就很厉害了，但是它的基本上有时候现在都翻两三番以上，如果是稀有的话，稀有的那种大型稀有的，比如说300啊或者105的 Besa， 那价钱都是不可思议的高，欸，都十几万，二三十万五十万，夸张。对，但是如果你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见仁见智啦，齁，当然你要跟莱卡比，我觉得其实还没特别贵。那不过啊，如果是以150的这一个版本来的话，我觉得它还不错。然后其次就是说，在那个历史定位上，齁，在当时的那个设计算是人类最高最困难的一个设计，齁，拿去突破。那然后到现在这个东西还可以用，其实我觉得以文物的价值性来说，它有值这个价。对，那当然你如果说你是一个穷学生，有没有必要追这东西，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啦，只是说它在情感面的部分，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到位，对得起它的价格。好，那特别最后提醒一下，就是说这颗镜头有几个小小的点要跟大家特别说一下，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镜头啊，因为年纪比较大了，然后相对来说当时的材料可能有一些问题，所以脱胶的状况其实蛮明显的，哦，虽然是说现在处理脱胶的其实师傅不少，所以其实就是特别提醒一下，品相上在买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脱胶的问题。然后其次啊，就是说这颗镜头其实它是会轻微的放出一点点的辐射线，哦，所以 这些东西就是说，哎，这个镜头一些在当时的不可避免，哦，有一些小问题，哦，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150的这一个版本啊，它前口径的滤镜很奇怪，是一个很特殊的规格。那如果买的话，转接环的部分要特别找找看，哦，当初我是有找到。那如果这个东西你要真的要用的话，特别注意一下。